师父对徒弟说，我在你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只有八岁，等你到我现在的年龄的时候呢，我已68岁。则师父现在几岁？徒弟现在几岁？这个题目哈，就是时常问。然后这种题目通常也都会放在最后的那个糖果题，就这一题如果会做的话，大概就是满分了。如果说是以一元一次方程式跟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的这种题型，这题都算是比较花脑袋，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啊，它的概念就是一个，就是不管是在哪一个年龄，意思是说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们的相差的年龄数都会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还是不容易无法列四子的话，你就仍然是画棋格子。棋格子画这个样子啊，这里是现在，这里是过去，这是未来。你看，现在我在你现在这个年龄，我们可以先设假设，师父是 X 岁，徒弟是 Y 岁，那我们是说现在啊，现在这里是用师父，这里写徒弟。你如果说先把这个棋格子先写出来的话，就很容易让你列四子啊。师父是现在是 X， 徒弟现在是 Y。若我在你现在这个年龄，也就是说过去的时候，过去在你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只有8岁，等你到我现在的年龄，等你到了徒弟到了 X 岁的时候，我已经68岁。在这个式子里面，我刚刚有跟你讲他们的年龄差不变，年龄，然后我忘记那个龄要怎么写了，年龄差不变哦，看到了，年龄有牙齿，年龄差不变，好，意思是说 Y 减8要等于 X 减 Y 要等于68减 X。 我们在上面一题在做三角形，正三角形的边长都相等的时候，也是利用这个性质。意思是说，你可以选 y 减8等于 x 减 y， 这里就会是出现一个式子。你再利用这个地方，x 减 y 等于68减 x， 也会得到一个式子。或者你用这两个，也会得到另外一个式子。我们只要选两个就可以了。y 减8等于 x 减 y。我们这里整理一下，会变成 x 减 2y 等于-8。这里整理呢，会变成 2x 减 y 会等于68。所以我们就得到两个式子，一个式子是 x 减 2y 等于-8，另外一个式子是 2x 减 y 等于68。第一个式子，第二个式子。第一个式子乘以2，我喜欢用加减消去法，所以我把系数把它变成一样的。第三式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要谁减谁。我用第二式减掉第一式，因为这个系数这里是-1，这里是-4，-1大于-4，我喜欢用大减小。我们用大减小，第二式减掉第一式 ，x 的部分就减掉了。啊，-1减掉-4，会是3y。68减掉-16是+16，会等于84。y 就会等于326，3824。所以，我再看一下有没有错。所以师父就会是28岁，师父，不是，徒弟是28岁，
徒弟现在是28岁。我要找一个式子，比较简单的式子。这个地方负八比较小， y 等于28， x 减掉两个28等于负8， x 减掉56等于负8， x 就等于负8加56。56减8，好，48。师父现在的年龄就会是48。好，这个题目你要怎么样去解它呢？你就把这个地方写出来。我个人觉得，类似这样子的题目，就采用这个方法是最容易思考、最容易去列式子的一种方式，你参考。